不出头戴热成像一直打是种怎样的体验？330元出三个 T 七保330万，不出三个 T 七一直打，总不能一局就给我来三个 T 吧？我倒要看看一单要打多久。咱们随机从俱乐部找三名打手，直接发车。顺便给大家提一嘴啊，军洋电竞价格单全面升级，保底增多，花样变多，更有性价比喽！开局复活在世界尽头，结单结单位，这个是结单的位置，我最喜欢这种位置了。说好的这个位置好呢？说好的结单位呢？这明明是补单位啊！哎，出师不利。本来我以为这就是普普通通的炸弹了，结果打手直接给我甩过来一张图，好家伙，这是遇到电子狗了呀！抛开这个小插曲啊，咱们继续补单。这次复活在巨石围墙，咱们老老实实直接原地趴下。掉一个，开局打手就打掉一个，然后直接一路横推啊。最后在仓库被六死一名打手，这把很遗憾啊，没有碰到七七，咱们直接走裂通撤离，只赚了15万，带出地狱30万不计入保底，继续补单。本以为这局又将历史重演，但是这把碰到 T7 了。嗯，干嘛呢？别傻站着，丢出来啊！这我现在把他踢出俱乐部还来得及吗？六套妹控拿上拿上，还有咱们的主角头戴热成像，可惜不能塞安全箱里。不是，谁教你妹控这么改的呀？带58弹匣，开镜真慢。先送你先送。送什么？又有踢。老大老大换个弹挂，老大 OK， 咱们替打手的直接换上。嗯，人走了，头带去哪了？可能在弹挂里啊。没有啊，好家伙，现在才送过来。就是为什么是三级头带 T7 啊， A 叉加 T7， 而且还是汗头的，这也是个人才啊。本以为这局要结单了，结果只缴获了两个，感谢对面让我喜提补单，血赚230万，保底不够330，而且还差一个 T7， 只要再碰到一对头带就能稳稳结单了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这最后一个 T7 成了压死打手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敌人都被嘎完了，妹控也有，就是没有 T7， 后面一直碰不到头带啊，全是三套妹控博头带的，仓库的妹控都快塞不下了。点这个单的兄弟建议自在纸尿裤啊，一直不出咱们一直赚钱，就是哭了打手咯。经过不知道多少局，终于又撞到 T7 了，直接给对面拿下。这样就带一个 T7 就结单了，老板该不会怪我们吧？老板不会，怎么会呢？毕竟都给我当了一下午的黑奴了，又是个汗头 T。 那个，我能许愿路上有一对老鼠吗？最好直接给他们全部溜飞，嘿嘿。可惜最后成功撤离了，小赚130万，这单打得得劲啊，就这两局出 T 带出的价值就够保底了，更别提那么多没碰到 T 的对局了，值，太值了。